打到第一轮的第九棒。哇，中球有了 ，Let's go go， 野军啊，又是一次全垒打，哇，林哲轩。这一棒打得漂亮，一棒打回两分，就是要这样子哈、哦。要你相中他设定他的球偏高来做攻击的话，你这些打击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强劲棒啊，这一场一定要赢。你看还是偏高的，有没有球？几乎所有的滑球里面都是稍微偏高。因为这一场赢的话，我们就是第五名，至少跟上届奥运来讲，我们是平手。打得相当不错。相当的开心，哇！要这样的气氛呐、啊，前几场太闷了，当然有压力，能理解。但是我也肯定说，整个中华队在这次的表现，大家表现得很好。那都是在球赛，虽然是落败，都是只有一分而已，内容真的相当不错。再看一次这个慢动作的重播，林哲轩这一棒。